欢迎收看老婆大人的频道，我是老婆。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拍两台 Town S 的设计风格给你们看，这一次又有新的设计风格了，而且我跟你们讲超级温馨的，想赶快来看车子吗？帮我订阅起来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现在我们要先请我们的法兰克。大家好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今天看到你的车子真的是有点吓到。真的。因为怎么变得这么温馨？不是我还会是谁？别浪费时间，来吧。你看起来粗犷粗犷的，没想到你坐出来的车 so cute。我们先来看看你这一次到底做了什么改变。好，来看一下。第一个是颜色嘛，对不对？这个颜色，这一次我们用不一样的做法。不一样的做法。对，上次是白色嘛，然后有修边贴黑色的塑胶条。对，那这次不一样，这次是整个是用烤漆的，然后用补土的。难怪我觉得它这一次的柜子质感变得很有很好。对，烤漆的跟贴边条的有什么差别吗？用比较细，比较繁琐了。那其实这台车一开始是客人说他想要蓝色的，蓝色。那我们找遍很多很多的木材行，没有他要的颜色。你是说贴皮没有蓝色？没有蓝色，有蓝色，但是没有他要的这个颜色。那后来是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，他是做厨具的，跟我说啊，可以烤漆啊，他才想说用调色的方式这样子。我知道，发起你新的 idea， 对，我就来烤漆。结果起来效果还真的是不错。那这样成本会增加很多吗？会，但是没有关系啊，客人喜欢就好。对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你看它不止这个后面的柜子是蓝色，它整个色系都是蓝色的色系，然后还有它的椅子也是用蓝色去搭配的，跟我们现在一般看到的露营车的色系呈现出来的感觉不太一样。这个是什么风？日系风吗？不知道什么风格，一个新的风格，大家来命名好不好？我觉得应该比较美式一点呢，因为绿色的墙跟蓝色的墙，我们在美剧里面会比较常看到。对哦，这个有点比较像瑞典风，瑞典风。哎，对，你好厉害哦！画跟木纹，还有白色，比较像瑞典的那种。对，瑞典好像比较接近哈。所以车主应该长得很瑞典。也没有，开玩笑。好，我们先来看。一下跟上次一样的层板模式，就是可以拿起来的嘛。对，这一次我们多了一个小巧思，就是多了四只脚，可以让它不用再带它的蛋卷桌或者小桌子，我们可以就放在这边用。我知道，落地的时候直接拿出去当露营桌用。对，那你如果说不能落地的话，你就也可以放在这边用，这样子。椅子翻过来的时候可以坐在这边用。如果你后面再做一个钩子，它就可以活动桌。对，好像少了一个东西。对，所以它一样也是可以放脚踏车。摩托车都可以，这个其实是承袭上一两台的这个做法模式啦。对，只是说我们这一次尺寸上，还有一些小地方啊，我们做了特别多的升华。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上次呢，上面的小柜子之前是坐在这边，对，然后现在是坐在里面，对。怎么会有这样的风格？你是怎么想到的？一开始是客人他说他想要把上面的这个夹层延伸到现在这个地方，但是在无损的情况之下，你如果说柜子坐在这里的话太长，它可能会太软。了解，这个构思是这样出来的。所以它这个层板是靠着这个撑住的。对，那因为它想要做这么长，所以它必须把它移到中间。可是我反而觉得这样很特别，而且很好看。对，因为它不会挡到后面的视野，整个看出去就是后面有景，但是它又有一个边柜的感觉。对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这个板子居然是洞洞板哎，这个洞洞板是特地挑过的吧？一般我市面上看到洞洞板好像都很薄哎，很薄，2分的、3分的，这个是原木6分的。原木的洞洞板，我好像第一次听过。这叫什么？这是松木吗？对，松木集成。对，松木集成跟一般的板子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你把它扣起来，你把它弄过去的露营车，不是几个要跟老婆？你看老婆就有一个 DIY 的灵魂，我相信很多观众一定都有很想要 DIY。我看到人家用一个很漂亮的板材，我就很想要问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搞不好喜欢 DIY 的人看到这种设计模式，他也可以自己做嘛。就跟法兰克也是看到我们很多影片才有他的一个发想，是不是？只要我们讲得出学名哈，Google 就会知道说他这个板子的好坏跟他的用途在哪里。所以自己去
找松木集成，对，然后这一个也是松木集成吗？这个也是，只是我这一次做比较厚一点。对，上次好像比较薄，没有这么厚。上次是3公分，这一次是5公分的。哎，我发现这块板子弄起来很有原木的那种效果。对对，因为原木是比较贵，会比较贵，价钱也比较重，也比较重。那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这种效果，是不是就可以买这种板子来用？对对，很有那个感觉啊。这个喜欢 DIY 的人可以参考看看，帮你们发现新大陆。这一块板子我喜欢。对，厚度可以挑，可以挑，它有3公分、5公分跟8公分，8公分太重了，3公分、5公分刚好看你喜欢的厚度。对，那一样是可以裁切的嘛？可以裁切的，好棒哦！好，那我们赶快看，你还做了些什么不一样的改变？它。这个弄出来也是可以一个桌子，你想煮东西，或者是说早上要在这边化个妆，对，好，对耶，都可以，摆面镜子就好了。对，而且这次这个桌子显得特别的漂亮，因为它质感真的很好。对，我发现喷漆的效果真的美白。对，可是喷漆的有没有缺点啊？有，你像这个边边角角哈，它其实蛮脆弱，因为它都是补土的，你要稍微靠给它就会落惨。哦，所以喷漆也是会落惨。然后平常你们做那个贴边的，可能是用久了会翘起来。会翘起来，对。都有它的好处跟坏处啊，但整体来讲还是烤漆的，它整体的效果会比较好，而且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，不管你喜欢什么颜色，它大概可以帮你调到你想要的颜色，大概8-9成，就跟你漆油漆一样了，对，调你要的色系。没错没错。再来看这个也是一个小桌子，这个小桌子，它算是很浅的抽屉，是让你收纳筷子的，筷子，浅盘，珍惜的，它那个桌子的珍惜在这里，我刚刚就看到了。他把那个洞洞板运用得很好。那我们再来看下面，下面就是一个抽屉。哦，这空间也蛮够用的哎。对。那这下面也是收纳吗？还是一样？一样是收纳。一样是收纳。对，就大概是睡袋啦、枕头可以直接塞在里面。很宽哎，可以收蛮多东西的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这个上次有一个是做排骨床，排骨床。对。那这个就是后尾厨房。对。这个也太可爱了吧！对。这是你买的吗？没有，这是客人的女儿出国，然后国外带回来的，对，买的，好高级哦，居然独一无二，买不到，对对对，伤心难过。那我们打开来看一下，哦。好像有比较长哦，一样是80公分，可能是色系很漂亮的关系，我都觉得它很长。对，白色的看起来会比较大一点呐。对，这里面就可以放很多东西了。对对对。哎，它这台车虽然小小的，这样子空间一规划起来，好像置物都不是问题耶。其实它这台车哈，你说大不大？小不小？对，就好像信义区寸套寸金，所以我们要很寸土寸金。对，要很用心的规划它。真的有，我已经感受到法兰克的用心了。这一次的材质不太一样，一样都是防刮的，但是上次它是平的，这一次是有刻纹的。对，这次是有刻纹的，就是有把木纹仿得很木。对，我发现好像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上次你好像没有这个边条。对，你又用心了。因为没办法，现在汤 S 它的资讯比较广泛一点。哦。那当然，现在客人的味蕾也会越来越大，小东西我们要升华它，不能偷懒，不能偷懒，清楚。好哦，那这个呢，一样是翻转椅嘛？请问这？是你付给车主的吗？不是不是，这个是因为你们要来拍，刻意放上去的。小娃娃机，这两个小孩子太高级了。所以这一次的那个床嘛，因为我记得上次拉好像它一拉就是到最前面。这次做了比较大的改变，就是之前有190的床跟有210，那后来我们发现哈，没有那么高的人啊，没有210的。你把这个床打平之后，等于说前客厅完全没有空间。比如他晚上如果要上厕所的话，本要把另外一半叫醒。哦，对耶，然后再把床椅翻起来，才能够把那个马桶放在这里。哦，那这次我就直接做185的床，然后这个地方还有34公分，那一个马桶是33，放下去刚好。刚好。对。你设计了一个地方让它可以放马桶。对，等于说晚上另一半在睡觉，你不用吵醒他，你可以自己默默的，马桶打开在这边上。上厕所。对对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边前面还有什么东西，这个水槽嘛。水槽。水槽有做不一样吗？我这一次把这个。这个电灯的开关整合在这里，那另外还有一个电压表，可以让客人随时做监控的，还有一个12V 的插头也坐在那边。来看一下水槽，以前是不是没有这个盖子？这个盖子应该也不会就是那个集成板吧？对，这个就是3公分的，这是比较薄，就是这个切个水果用这个就可以切了。对啦，它就直接是菜垫嘛，是盖子啊呢。对对，那个有个嘟嘟吼，对，美迈哟。旁边这个冰箱是几公升？这个是20的，这个就比上次那个大一点。
它算二十，是这里上面的空间也有算哦。所以饮料比如说比较高，它是盖得起来的。对，因为汤 S 的空间没有一般车子那么大，所以有一个小冰箱，差不多20公升，其实就很够用。很够用。其实我们整个装潢的部分，每次都是局限在于冰箱，所以我们一直希望找到扁一点的、长一点的、深一点的。你如果扁一点的话，睡的地方可以再做宽一点。哦，那个水槽就要凿再小一点，水槽可以克服，但是冰箱实在是很不好克服。对。因为市面上的冰箱大概就是这样，对，电池在下面嘛，对不对？电池在下面，对。那这个电池是300的，300 Ah 的，包含提供驻车冷气的那个，都有。哦，所以线都接好了，都接好了。LED 灯啊，冰箱、水龙头的马达都已经接好了。很难得，这个马桶真的是可以完全上。对，因为通常Tangless的马桶啊，有些人可能会找那种折叠的，它比较小嘛，对，很少可以看到这种马桶可以放在Tangless上面，而且还可以用。其实可以。用别的马桶比较小一点来取代啊，但是那么多人用这个，对，这个最好用，对，它是真的闻不到味道啊。阿伯你逃了一家捆啊，马桶放在那边，那晚上真的睡不着，所以真的还是用这个是最好用的、啊。法兰克是体会过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对对。不行不行，我觉得这样听不够，我想要知道你马桶到底能不能放，因为这个还没有倒下去，空间就已经这样了，倒下去怎么可能？对不对？我觉得我一定要来看一下。前客厅可以更宽，推到最底的话，它就变这么宽。那我们这边还是有一个活动桌了，因为这个客人他也是要装旋转椅嘛，所以这边就是一个客厅模式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它马桶睡觉模式。好，OK。哦，真的可以耶！哎、欸，所以你上次的那个板是你要上厕所，真的要把另外一半叫起来，然后再把这个翻过来，然后再把这个马桶从那边拿来这里放，然后上完之后再搬回去，然后再放下来再睡觉。啊，两个都睡不着了。哎、欸，对，这一次就不一样。哎、欸，你不用吵醒他。哦，这个空间太重要了。它还有旋转椅的话，空间感就出来。啊，对。你们知道往上一看就是漂亮的睡床模式，但是有的时候呢，低下头就会发现新大陆。你看，原来这边。除了它可以放脚踏车以外，床椅下面的柜子做比较小，对不对？对，比较小。如果你今天有长的东西，你就可以往这边塞，它可以直接通到前面去。对，是有多长的东西啊？我一个客人他喜欢钓鱼，但是你的鱼缸可以收，可是在好鱼啊那只怎么讲？那一只不能收，那只还蛮长的。捞鱼的那个、哦？啊，对，就是设计成这样子哈，它就比较长的东西，超过100公分的东西都可以往这边塞。可以放这边，可以放这边。有，我看到你的巧思，好厉害哦！这次很多地方其实我共唔知啦，阿共诶，很多地方真的是不一样。而且还有哦，我记得啊，因为冷气通常做驻车冷气，下面一定有一个管，一定会有一包在那里，但是你把它遮起来了，把它遮起来。上次没有，上次没有，对不对？哦，修边啦，对，他也把它 Q 金贼啊，有用心才会这样。也是有被客人干掉过呀。对的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看哦，客人觉得不美观啦，他就是这样子一直进去。之前这一片也是啊，你冷气多大，我就做多大。这次不一样，这次是整个。整个背板把它弄起来，哦，这样子就会变成它是一体性的，一体的，然后怕水泥控，以后它拆掉的话也是一样无痕，完整的，对对，无痕改装。哎，这个车主它里面的颜色是莫兰迪，那它车身也要去改变吗？对，真的，它现在就是等原厂排队嘛，也是要考这个颜色。对，哇，整台车应该都要给它一个名字了。好啦，等一下我们讲了太多，我跟你讲，现在重点来了，法兰克，我一定要问你，你们知道我现在问价格，先说包含什么？如果我包含了水槽、冰箱、冷气、边柜、床椅、电池、哦，床柜、地板、车边站、行李架、马桶、RV桶，今天没有放哦，就是可以放在这边当淋浴用的。我现在问价钱哦，你要把这些都包含进去哦，全部都包含进去，全部包括这些间歇的灯，这些都是一些水电工程嘛，都会弄到好，包括那些开关全部都用好，前后有插座，这样子要30万，30万，哇，全部包到好。对，那如果说来是看老婆大人的频道哈，我们会送那个专用的窗帘。你不要送啦，你把口碑送给我。对呀、啊。干嘛送？大人
人哭哭，就两万了。所以你还有窗帘就对了。有窗帘，对。窗帘是什么样的窗帘？它是老婆大人的窗帘。它是这个汤姆斯专用的窗帘哦，它气密度其实非常好，私密性也很好。它有加厚跟不加厚，或者是它有四个颜色可以选，蓝色、灰色、黑色跟米色四个颜色可以选。有那个窗帘啊，一定更漂亮。对，法兰克，我真的觉得可以，因为你知道，光木工，光做木工这个东西在外面，真的就是几十万吧。对对。所以你这样通通包含冷气，巴拉巴拉，全部你现在看到的全部包在一起，就是大家只是没包含车价而已啦，车子的价格。对。那如果你喜欢这样的风格设计，一般人来的话，他可以改变什么颜色？颜色可以改变啊，其实整个格局都可以客制啊。哦，还可以客制，都可以客制。你像我下一台的做法，它就是整个上面都是要原木的，它的柜子也是要做这里，那它上面的间接没有到那边，它要短一点，所以其实都可以的。哦。就是像这些板材，你想要怎么样刻字，想要怎么样摆放都可以。对，然后包括颜色，烤漆想烤什么色也都可以。都可以，包括像这个手环，这个都可以去刻字。哎，对，那沙发的颜色也可以挑。那也可以改成我要排骨。也可以，也可以，也可以，对，也可以。然后都是这个价格，都是这个价格。没有说哪一个比较贵。木座的部分，其实你要怎么去改变，我们都是同样的价格。哦，价钱可能。会变动的可能就是你可能要500的电池，你要600的那个，可能就价钱会差一点。对，就是电池的大小会影响价钱。对，盖划算哦，盖好了，盖好，全部都有了。对，全部都有了。哎，对了，我想问，是不是什么车来你都可以做，都是300,000？基本上这样子的尺寸的车都是这个价位左右。哦，你是有说凌厉嘛？哎，凌厉啦，然后 T4 啦。哦， T4 也是哦。对， T4 也是哦。T4 也可以。T4 比较大。你确定？Tivo 当然会有很多客制的地方啦，因为它空间大一，可能会贵一点点。因为 Tivo 它有分加长跟没有加长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或者是 T6、T5 它都有分，那可能价钱会差一点点啦。那基本上我们都有做，哦，都有做就对了，都有做了。海力士的啊，那海力士不行，海力士应该差很多哦，那个价钱对，它因为它很大台，它要包的地方也很多，所以就是基本小车嘛，跟汤 S 啊、凌厉啊、T4 啊，像这种尺寸差不多的车子，基本上都是300,000起跳，然后不会太多，对对对，然后再去加一些你想要升华的一些东西，特制的东西，对对 对，我们那个一定要帮我们老婆大人的观众问清楚，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来，对不对？不能只有汤 S 嘛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是这小车嘛，很多都是年轻人喜欢的。对。那如果预算不足怎么办？对，怎么办？其实哈，这个车到目前来讲哈，不单单只是载货公司用，很多都是拿来露营，或者是代步的啊。很多小资族怎么办？我们现在有跟这个银行配合哈，就是你像这一台的话，都用到，比如92或96不管。但是银行可以借到75万，它可以从3年或者是到8年都可以，就是看你每个月有能力付多少钱。那很轻松哎，如果给你贷个8年，太轻松了吧？一个月可能10,000不到啊，边开边享受这样子，边付款。哦，所以意思是说92，然后银行可以贷到75，这一台把它完全做到好，变成一台露营车，我只要自费17万。哦，17万就可以先圆梦啊！对 对，17万就圆梦，我的妈呀！而且原厂还保固4年5年，所以哦对，所以这是法兰克帮大家谈下来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哇，好厉害哦！对，你看买一台车，从你们年轻的时候买到你小孩子都已经到了国小5、6年级了，知道吗？你曾经就出生在那个垫子上啊。这也是不错的回忆啦。对对，车子可以换，电子不能换，对吧？电子不能换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不错，给大家一个方向。好的选择，这真的是新选择。有没有今天来这一趟是不是很值得跟你们讲这么盖矮猴的东西？对对。好了，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法兰克，谢谢，再次来跟我们介绍他的新作品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好了，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留言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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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